甲这呢暗，不敢将阮放。你谢谢句句，阮是你的人。明明看你有心事，对阮话拢无讲半句。突然间，爱变成草原，心甘情愿，全然拢无怨叹。阮日思夜梦，犹原你一人。虽然外面风风雨雨，请你不通将阮辜负，不通搁找第二个手。爱情这自私，爱世间的男女，将感情当故事，搁找别人来甲伊忧愁。啊，爱情一旦输，才想要回头，叫阮是要怎样来接受？面色这歹看，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哎呦，阿奶竟然讲嘛都请假出来啦，是安怎啦？你是要挂羊角？无声呀！哎呦，阿你妈妈一直哭哭叫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唔着紧甲我讲一下，哈？你们在讲的扯扯呢，啊？嗯？哎，我你这要求过了，你哪在吃？哎，我哪会在吃？今嘛这间大厦厝是我在徛的，我无在吃，你是要叫我去倒？嗯？你今嘛讲啥？今嘛这间大厦厝是你在徛？哼！哎，你别管了，你是凭什么讲酷家这间大厦厝是你的啊？啊？凭啥？凭这份厝契。厝契？哎！你发啦！啊，你这厝契交迄款人啦？结婚阿婆。啥？爸爸，爸爸，谢总啊！啊，你大声些！你干咩？你今仔日歹代志做遮多，三番两次定着要害苦噶。你哪心肝这歹啊？哈，人咧做是天咧看，你唔惊有报应呀？报应？报应？报应是应该是苦家，唔是我。这是天有目睭，公道是我伫我这边的。好啊啦，莫笑啊，做事啊。哎，你哪管？你哪想要下拜啦？人讲天理昭昭，地理甚晓啦，你是可能夭寿骨嘞，免偌久就死翘翘。嗯嗯，想要生死也唔知嘞。我保证，你头治我的天，脚踏我的地，你搁敢来这里搞假戏啊？啊？拢来变死的主意啦！免管啦，我哪会爱踮咧遮啦？那较早大孝厝，空气是唔够好的啦。空气变到足垃圾，无人爱甲你待遮啦。我是听，遮无通住袂要紧，来我遐住，阮家房间足细，厝在你住，好。阿咪啊，感谢你，住的问题我已经安排好啊。阿咪啊，我感谢你，雪山，咱来去。阿伯，我先呀。无送了。哈哈哈！哈，还卡完啦？你还小心点，你出效应失德的代志，你做出来哦。你呀，有报应啦！哎呦，无彩你的嘴干嘛要创啥啦？咱来当卖啥物？卖干嘛？你开车道，你死我拢靠，你看不起啊？你就歇落去。
可无成，今麦大兄厝是我咧客气。文静啊，恭喜哦，你总算达成你的心愿啦。安尼我也未甘愿呢。我该看到苦家农家散体，家破人亡，我的心才会冤呐。阿母，阿母，你别跟我叫你，我走了。阿母啊，你别倒啦。我嘛唔知啊，我干那知个，我那是个活嘞，就害着苦家，要甲苦家赎罪，可是我去死。阿母，阿母，你袂去死啦！阿母，阿母，你还是袂开，是我爸给烦恼的啦。啊，你嘛无在边山，替祖厝将你妈妈转来。即摆咱苦家上需要就是爱团结。阿母，我给你保证。不管以后环境变作啥款，我一定会给你友好，会给你照顾。我给你求啦，你千万唔通做梦去做什么戆代志呢？林百元哦，这世人哦，唔知什么歹物仔来出世的啦，咱心肝哩快真歹。当初是无爱阿秀的时阵，就甲袂去查某间，啊，即马阁有迄个面子，啊来到阮无生遐抢某，哦，不但是安尼嘞，阁利用阿秀来霸占苦家的财产。这世界上哦，哪有这么卑鄙的小人？参像伊阮吼，迄心肝这么狼毒的人，阮阿爸一定是伊害死，无唔对啦。对，阮丈人爸有来甲我托梦。讲凶手是咧拜客员啊，阮丈人爸就是拜客员啊害死的啦。真无可能呢，你可有心思啦？哎呦，为什么代志做袂出来？伊太难过，干那太过咧咧，对不对？也是讲为公道转来，恁阿爸死也无证无据，咱嘛袂用乌白药咧咧，嗯。嗯，啥物袂用乌白药啊？咱这一向是拢做平静的呢。自从这个拜客员啊来了后，出头特别多啦。这个苦家哦，到底顶世人是欠伊什么死人债，啊，害到安尼凄惨落魄。哎，天公伯，等你是咧困倒哟，啊，你若困倒嘛好精神啊。哎呦，安尼好人无好报啦，啊，歹人才好做啦。阿姊，原来阿爸不是为了要找我，才去喝醉饮死的。少林王害死的是吗？是啊，这个代志，那是无让伊去吃罪，绝对袂要放伊煞。那是当然咯，也唔过哦，咱都无证无据，咱嘛无人会发度。阿爸，你累未？你休困一下。我相信啊，咱在大间床用查好，咱来提一间房要困啊。是啊。那安尼，这已经是第五间啊，啥大间拢用查好？这某咪呀，哎，咱借问下吼，哎，这封条是向申请查好的？足多人的啊，听讲是报上啦，因讲吼。恁苦家若是无将迄个违约金吼付清进前，就爱将迄个区兵、乡兵害财产查封啊！啊，是的啦，我嘛是方便行事的，歹势歹势。我已走投无路，我苦无想。既然家家冤地报，人人有情人赴今生约。
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爱情，爱情这自私，爱世间的男女。啊，你的房间哦，拢改变好势，啊，就一时哦，找无着舒适的所在啦，所以哦，请你委屈店家暂时住一阵嘛。大家哪有算什么委屈啊？其实哦，委屈人是撇散的。想不到连我生活这么好，代志母阿这么大空，早就办些落去吼。我是恐惊撇散的财产哦，死到尾白也白无够。阿爸，你是怪我替兵勇出头先？放心啦，撇散啦。真是乖囡仔，只是讲咱爸仔小人以后，我希望讲你当过过较好日子，想不到最后变到这款下场，我唔知影对你讲啥好啊。阿爸，自从我知影家己的身世了，我才知影天公伯对我偌好，我姐这么好。这么伟大的阿爸，还是那么坚强的阿母，是恁养我、教我、照顾你的我，钱无算啥，你和我已经真多了。别生，我知你讲这话是要安慰我，你话我敢讲。但我烦恼讲，以后日子哦。会一天一天搁较艰苦，咱大家有心理准备，知影？阿爸，钱代志哦，你免烦恼啦。假使真正拄着啥物困难哦，我先等于阮外家讲啊，叫因甲咱斗相共啊。这要哪会用的啦？哪会袂用的？在我上艰苦的时阵，恁事事项项拢想着我，把我当作囝儿媳妇安尼疼惜。起码我尽一份心，也是应该啊。好嘛，阿爸，这真是你好意啊。只是吼，你上困难的时阵啊，你有番勇气，要接受别人的帮助。阿爸，虽然这做啊，阿爸也袂输你的。是啊，以后家庭的负担应该我来啊。要唔过，你做你放心啦。阿爸以前是白手起家，什么苦拢吃过啊。但这困难，我有办法怎克服。只要咱吼大家心连做伙，总是还有希望，吼。严哥，阿爸你已经有年岁，还佫予你安尼吃苦。算讲我老啊，为着咱苦家吼，我甲恁少年同款，佫来拍拼啦。我相信总有一天啊，咱苦家会佫伫个白山甲闽南手头重新站起。阿文，你是安怎啦？是啊，恁看伊救兵用人，伊都把人拍死啊啦！地完账。蔡老板，咱有生意来往，阁是遐尼侪年好朋友，有啥物话袂用个好我讲，一定爱甲我阿爷拍卡呢。听讲伊个厝甲地已经去用查访去啊，今仔日甲阮签个契约，甲欠完个钱，一定爱有一个交代。对，今仔若无还阮只，免笑就要离开只。恁拍契约书嘞？白纸写乌字，敢会定当？好，你家在，阮早来一步。若要慢来一步，钱去让恁款走去，阮要找啥物人讨？阮顾家绝对唔是阮啦，就算讲我生意不行，有啥物差错，绝对袂欠恁一身五年的啦。
爸将宝航交给我，宝航今嘛是我来负责，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什么唔免我管？咱是兄弟啊呢。不是，你为了我甲阿母，将祖厝拢让出去啊，我袂用搁再拖累你啊。我的代志你免管，我今嘛出来去想办法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来处理啊。曹老板，我还有一挂田地甲山，请你给我宽限三个月。该当欠恁偌济，三个月若到，我绝对还甲清清楚楚。哼，空嘴无嘴讲也无效，写一下字句，动一下手无。好。啊，林静，林静啊。嗯啊，来你啊，你嘛，骨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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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阿姨，我敬酒敬兄弟啊！对对对对，明亮啊，你嘛你嘛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，我敬你啊！阿爸，你听我讲啊！免讲啦，你来我就真欢喜啊！也唔过，我无想要听你直接啰里啰嗦啦！来，对啦，领啦，领啦，我斟一下酒嘞。好了，我啉。爸爸，我跟小七啉酒，你在家里可是疯子了。赞。阿爸，我酒啉完啦，你即摆已经听我讲啦吼。我求你啊，我希望你再念，我是你的亲生囝，即摆你听我的，甲我来找我债主，家己做的代志，家己担啦。咱袂用过去害着顾家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是谁人去害着顾家啊？啊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所有的契约书顶头啊，当个拢是你柯敏雄的名呢。啊？迄拢是你咧变鬼呢？你哪会将代志拢撒台归我吃来？是讲啥你啊？哎，咱今日开车就好。哎，跟我坐，跟我坐，我坐你坐。来，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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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良心到底在哪？你敢知啊？撇生意，卖田卖厝，退后咧害这母，你敢知？王英，你是我的亲生老爸，竟然甲输我一个外人，是咧假死我呀？你甲恁爸当作啥？哎，冤家，少爷无歹意啦，无歹意啦。哼，阿公，恁爸自细汉就艰苦，艰苦四五十年啦。今仔真无简单出运哦，会阁亲像苦劳狗同款的过好日子。想袂到你一个不孝子，阁结一个洗阿面糊裤，阁来个这无大无细。哼，你是嫌我钱伤多，还是伤过好命啊？啊！失地钱，失地表，你安尼做好，要报应的啦！报应？你阁讲一遍？嗯？我讲你阿苦劳也袂比的啦！人伊的钱是靠伊家己打拼赚来的，你的钱呢是靠你的秘密阿爸来的啦。你家己的腹肠、精神无得比啦，你这个位坐袂久啊啦，你总有一天吼，一定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万姐，别生气啦，少爷啉酒醉啊，别猜疑啦。我怎无咧啉酒醉啊？我够后悔，当初来去听恁的西路。阮阿爸对我这么好，你会知影我不是伊的亲生囝了后，阁将我当作家己亲生的看待，我实在无应该反背。叫是讲你是我的囝，就咧伫我面头前假笑，啊？你若较乖些，我会用个代念讲你即摆缀我生，无你请我饭食，啊哈？你免笑，想我要对着我真恶你啊！我怎无咧遗憾呐？我甲咱万难讲吼，我乃出世来做你的囝。来，你搁来遮创啥？你出去啊！我才要看卖啊！你伫咧外口要安怎做你的屈大少爷？我甲你讲，
这个世间是钱在做人，不是人在做人。你那个样空空，虽然你伫外口人叫你哭大笑，你敢看你腰身伫大路头的啦？我的腰身伫大路头，我是你的囝，这是你的报应啊！少爷，较早你来厝边哭老爷，啊怎么？过来讲给恁阿爸，你实在是真不好呢，阿姐。啊，当你做到这个后生啊，啊嘛是你的不幸。阿兄啊，你别个遐长天会大无？少爷，少爷，他们哭，笑住，不笑住。安静啊。啊！若讲到勉强啊，哎呦，已经食到这么侪岁啊，搁敢那囡仔嘞，足唔捌代志的，一点啊都未了解原则，你对伊的苦心，啊，莫安尼欺性落地啦！来来来，我陪你饮酒。我来倒，我来倒。来来来来来，完正，我敬你哈。啊！若讲到勉强啊，这个唔知好歹的个性哦，完正啊，你都要好好甲教训一下。让伊出去外面受苦，哈，要不然伊永远袂有出脱的。看办事，你比我较贤囝哦。嗯？嘿嘿嘿嘿，哪有啦？他关照啊，你读到这么好，我边哪开你会比的？哼，这哪会？你的头壳嘛袂歹啊。我着干那面向这个囝，假使以后阮若变作元首人。我的财产唔着拢互你得去啊！你讲对无？哎，反正啊，你爱讲笑啊！阿达，你这么好命，啊，身体阁这么勇健，一定会食百二个啦！啊，我会用对天就做，我绝对唔敢小瞧你的财产。好，我总话所讲的话哦，拢是在替你设想呢。你在替我想啊？是啊，阿达，你拄则嘛讲过啊。这个世间上哦，是钱咧做人，唔是人咧做人啦。反正啊，只要你将这钱甲落好安，哎，他勉强在外面哦，绝对无法度受苦的啦，连伊嘛认得啊。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饮啦，来，搁饮啦。没有，没有，你被包围啦！你咪搁再来啊！你紧转去啦！上去啦！看到冤家跟我兄对待你，我已经觉悟啊！无论你要到位，我拢要跟你做伙啦！你莫搁讲啊！我即摆什么都无啊！我只敢剩一个予众人怨叹的老爸啊！你对我无前途啊！我爱你是因为你的人，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呢。我嘛有一个歹囝龙龙阿兄，咱两个人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的啦。这无同款，你这么爱，阮阿爸这么疼，迄时对我这么好，还阁奉我甲面玉，你拢是真心对待我，我所去伤害着所有爱我的人，我无去提面，阁跟你斗阵啊啦！我知影你即摆足痛苦的，好我来照顾你，甲你斗阵度过这个难关，好无？我不爱，我是做咩人？想跟我斗阵就会让我带水，你回去啦！我不爱啦，我不跟你做伙，我就是要跟你做伙啦！卡混，你给我夹钱啊！你爱唔着人，我根本就不是真心在对待你。你紧回去，啊！若无我要生气啊！没有，我不跟你做伙，你莫安尼啦！你给我对你阿婆啦！没有，卡混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。还阁巴肚内囡仔，等囡仔出世，你就甲讲，讲伊老爸已经死啊。明玉，你来啊！
来明姐啊，我啊，撇西无地啊，伊甲阿爸出去办代志啦，行，来明姐啦。我哪样和你来接得走？来，你准备啦。这是一寡日常用品才吃的啦。因为姐阿公恁拄仔搬来，一定欠真侪物件，叫我送来。你替我甲伊说一下多谢啦。这无偌济，你收起来。买唔？袂用啦，我若用收你的钱，阮儿子吼也会得过啦。家己人，你莫跟我客气。收起来。多谢啦。苦家变到安尼，大家嘛想袂到。我是苦家的人，我会甲因做伙打拼，打起这个打。明玉，你敢会记得，较早你教我做迄红菇粿啊？我即摆吼想要做来卖呢。啥？你要卖红菇粿？是啊，不管吼生意好也是歹，我想要试看卖。美容，美容，美容，美容嘞！伊想不上来吃，伊人嘞？你紧甲我讲，伊想不上来吃。没有，伊无伫咧吃啦。啊，阮阿爸伊嘛出去找伊啊。啊，你是伫咧倒位看到伊？伊无伫吃哦，你毋知走到倒位去啊？不行，我听讲伊找到伊。康文，康文，康文，你真心姐啊！康文，明玉啊，你跟我斗三工，该欢喜未？好啊，就是这款查某吼，咱莫掺伊啦。伊混到你的厝内，咱总不能无管伊啊。是安怎袂呢？你吼，将伊囥在门卡口，等伊家己清醒吼，就走。今日代志变到安尼，应该负责任的人是敏雄，不是？伊只是一个为情所苦的人，我连敏雄都原谅啊，啊，我搁去伊要创啥？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，春梅伊是安怎死的呢？春梅的代志，我一世人也袂放袂记。也不过，凶手应该受到是法律的制裁，不是咱。搁再讲。咱嘛无证据，证明这件代志是因两个兄妹做的。卡孙也是冤枉伊，对安尼见死不救。我嘛会良心不安。凤华，咱是人，唔是神的。什么所在？我在倒位？想到我后面不在的时阵，搞安怎啊？
运动的时阵吼，落到规身骨拢是土啦。我着摕一束出门的衫哦，互你穿啦。出门的衫，出门的衫。有只较远的情形，你嘛看到啊？咱的怀疑应该是摸唔着。春梅，你敢真是去阿爷妹害死的？因为金门珠宝，侬叫提了了。哎呀！阿文啊，我你今天把我们家人滚，你滚，你先加上啊！哎呀，你讲，可是春梅那阴魂不散，你敢不承认透明啊？你是在开笑呀？我是不是小伟啊？哎呀，我拄到前夜上，佮看到夜市珠牌啊，我感觉伊的阴魂。你是不是在做啊？我靠！你小老爱穿出门衫，好啊！怎么睡到我等啊？行，哎呀，行啊！免急免急，随下来吼，随下算吼。是啦，快点，我扶你起来哈。一间破草厝客这侪人哦，有够热闹的呢。哎、欸，柯阿婶，恁先期报行的生意真正做了有大哦。哈哈哈！你讲啥？军头你害到安尼，你今日搁牛鞭走来这拍哪凉？无猜我以前，我叫你冤情啊！先生，无需要甲这人讲道理啦，你无理的。阿爸，伊是真足够的。先生。那只狗在乱吠啊！你啊跟伊吠，安尼不是甲伊同款？你讲啥？你把我当作狗是不是啊？不要紧啦，我会流目睭看，看你搁会搁穿咧偌久。哼，讲这句的人应该是我啦，是你阮卑鄙的少年啦，就算我你饲好伊啊，也袂久长啦，摸唔着。你除了钱以外，你还佫有甚物？阿母甲敏容，一世人我无法度原谅你。我看你以后日子变啊过，笑死人！我有钱，爱惜无？啊？地狱万行拢会用钱买心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无，咱再来试看卖啊，看是谁较凄惨，是谁会后悔，啊？啊！你话讲煞。这也无欠你的钱，也无欢迎你，怎么请你出去？来吃一个凉的啦。天热了，来吃一个热汤啦。来用吧。你无欢迎我来，无要紧。
我是来看我的孙的，谁都不要跟我走。来来来，今天我孙给阿公抱一下吼，来。哎呀，行哦。伊不是你的孙啊？你讲安尼敢对？啊，像无你这款无天无理的阿公。好好好，恁一个一个拢想要跟我做对头，不要紧，无咱再来试看卖啊。小刚正，好，好。来啊！拍戏，拍戏，拍戏。来，再接着再听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红花。啊。你还是拍最旁边了，阿贤我抱了。来，我抱。来。哎呦，阿公抱哈。阿公抱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阿贤乖哈，阿公婆哈。嗯。阿乖，哎，你孙哥这么专业呢？哎，你唔甘嫌啦。郭老板，嗯，我想有一件代志应该爱讲互你知影。哦，什么代志？互你赶出去，迄个查某甲因囝，即马在订论的破庙内底。今生月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啊啊，爱情爱情这自私，害世间的男女。没有，没有。对，我吼，咱老夫吼，你的包啊，来，看小兵姐。阿母啊，我不得为妖了。阿贤喏，心情不好。这就无头路线，无路用啦！人查甫来插讲，我是不是为日本留学转来？一看到我，就讲我是了命囝，连苦家遐尼大家业都因我败了了。卡孙阿请我，一定会带水，会了钱。嘿，啊，遐人讲话啊，这么浓重，卖插伊啦，卖放在心上，咱该找机会，我试看卖就好啊。不好了，阿伯，我问你啦，咱离开后背，去找一个无人捌咱的所在，重新开始。我实在无迄个勇气，搁去面对别人对咱的迄个目色。阿伯不准你讲这款失情的话。我知你即马真痛苦，啊，不过我甲你同款，咱所做的罪孽，即马这拢是报应啦。就算讲安怎艰苦，咱嘛是爱忍耐落来。我知影啦，我知拢是我唔对，我手一干，嘛一直咧忏悔，也唔过，什么也唔过。忏悔不是我家知影唔对就好啊，咱若为咱家己所做唔对的代志来负这责任，袂用道歉。啊，无你走到倒位去，咱的心上、咱的良心，永远排这罪过，知影？阿母，爱较勇敢，咱欠苦家的钱甲情，咱拢爱还，不管是一生五年，甲死咱嘛爱还清楚，咱免欠这笔债。阿母，我会听你的啦。也毋过我今日讲，我顶日才找无工课通去做啊。我，假使讲你若是要做有无，免惊无厘通拖啦。对啦，阿母今仔吼去一个血温堂吼，伊讲要请我去遐洗衫煮饭啦。啊无安尼啦，你和阿母来遐做工，啊，互人知讲哦，你毋是干遐做有钱少爷。吼，你有哪样吃苦，不是了不要紧，你是有志气的人，吼。好，我来做因大家看。安尼吼，阿爸，你现在通我坐回家来。阿秀，你怎经伫遮？你莫来啊！我无这面，我记你。阿秀，咱过去都已经过去啊，咱以后日子看哩长，你莫想安尼做，好不好？
有的代志是无法度放袂记的，你莫怪我啦，让我甲敏雄你只点点仔熟悉哦。你唔当安尼讲啦，但是嘛，你也甲林婉已经离的啦，敏雄的代志已经解决差不多啊，嘛应该是咱转去大医院的时阵啦。阿爸，是我不好，害大家今仔日变啊这尔凄惨。妹啊，也真有好，若靠跟你老母，咱当心做顿来，哦。我家己害到这尔凄惨，我免阁拖累你，你莫怪我好无？阿秀啊，到底是我袂讲啥个啦？你是我的母呢，我两个无管。你莫想啊，你做啦。我若看到你，我心肝更加艰苦。你用心看卖，假使我这世人，你若无用于我，你今嘛甘愿给我做你的苦劳呀？过着你的好的日子。唔免受了这么多折磨和委屈。你讲那是无唔对啦，难受你阿少，无听我即马还佫一个人伫苦干做主。你有想看卖无？难受你阿少啊，无听我即马佫是一个孤孤单单、无母无狗的老孤困。都是因为你阿少，我才能够过着一个有情有义、有母有囝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知影无？老爷，咱缘尽啊！我袂用阁做你的母囝，我若是阁勉强甲你斗阵生活落去，会甲你害到更加惨。我这个连命都无去啊！我未输一个赚了家道没剃头手的查某，我是无这资格得到用，请你离开，请你离开，再过来找，请你走，请你走。流年人情缘，浮尽山月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啊爱世间的男女，阿秀，阿秀，阿秀，我无要等你，我不忍心看你母仔囝过着那日子。老爷，我无要等，我绝对无要等你，我家道你做等，我无。我求你，求你莫管我的代志，等起你离我愈远愈好，你走，你莫过来啊！好了，我等你。来，你起来。啊，不过你是我的母亲，我永远都袂放弃。阿母啊，明雄，咱来去离开这，莫让老爷会用找到咱。哎，找咱以前的主顾客，甲伊讲看卖，反正做生意嘛。无钱无钱的做完，吼、哦，我知影啦。阿爸，好啊。佩珊，明儿来斗三工啦。明儿你来。佩珊，明儿，叫
都无看。我一直想要去看你，不过最近厝内面发生真多代志，遐济啊。我是来跟红花道三工的，我等下就要走啊。啊，恁来做安尼侪红菇粿？啊，都我想要做生意啦，啊叫朋友来斗做这红菇粿，啊要摕出去卖啦。袂用的啦，钱的代志我会想办法。恁查某人伫厝内面，甲囡仔顾好着啊。谁人创阮查某人，敢那会当踮伫咧厝内顾囡仔？阮嘛是会当做真侪代志啊。也毋过，趁钱毋是安尼简单嘞。阮查某人吼，比恁查某人搁较会当忍受艰苦。无定着吼，等红花开始咧趁钱的时阵，你也买咧。先生啊，你看，面到即马吼，变到搁啊捌代志啊，会晓还家呢。啊你吼，爱好好拍拼。阿爸话，你听有无？妈呀！啊，其实吼，我是来遮钦佩你呢。你是遐尼侪风波，性情也是遐好，遐尼开朗。阮吼，实在应该甲你学啦。免甲学啦，也免钦佩我啦。林哥，你来当做我新妇哦，我来足欢喜啊！哦，阿爸，你敢赞成阿嫂抛掉路面出去做生意？别删啦。啊，今仔是什么时代啊啦？啊，洪阿姨，我做一下小生意，干袂要紧。我是惊林元喜的人，八顿够的，唔知伊来有病脑未？哦，我唔惊啦。飞弟哦，我已经讲过啊，那阿爸的日子哦，一定做困难，所以哦，咱大家爱较拍拼，安日子哦，才会较好过啊。对啦，我苦的子孙哦，都亲像阿你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全力决定，好，那大家来拍拼，啊，我有生意你去做，啊，生我来顾，我一定顾到好些好些，好不？好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山轩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山轩月？慢慢地远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？等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，也许它。